一把 S 1鱼女啊，5只。 今天刚刚对吧，体验过佩佩的鱼女，那也是非常的吓人呢。看一下，估计用的是肯德基的皮，哎，不是，他用的是金皮。阵容上面的话，这是3岁吧？那就是遇到的是疑似是朱雀四黑，打的是5只，因为这是神罪嘛，对吧？ 这套阵容的话，囚徒、心理、昆虫加前锋打鱼女，我觉得蛮厉害的。这个阵容打鱼女真的蛮厉害的。鱼女遇到这套阵容，几乎可以这样讲，这套阵容往那边一摆，然后我们又没有知道这些人的一个操作实力水平在，基本上鱼女赢不了。鱼女这局她的上限是个保平。 兄弟们，你们信我，这局的一个上限是保平。他的一个赢面应该为零，接近为零。他的保平面，我觉得这把他保平面50，50都不一定到。没了，这开局时间上面来算，再加上这边穷者的一个昆虫给到支援，走远了，走远了。哪怕强如武士这样的鱼女啊，这种开局。 也已经是没什么保平面了，3-7开吧，稍微谨慎一点。这个局是一个什么呢？3成的一个保平，7成的一个多跑。因为他是一个什么呢？他是一个没张狂的，他到现在冲刺还没有开。然后还有一点是什么呢？他这边待会儿可能会面临到的是3岁前锋的一个保人，因为这把的话，他击倒人差不多外面的总量。 要接近，我勒个老天爷！这一刀呢，他有点，有一说一，这一刀也不是说有什么问题，就是他有点点求稳，但刚好被这边的囚徒抓到机会一板子。好的，那前锋的机子修完，那前锋都甚至可以在鱼女击倒人之前过来打架了。有交个电竞板子，算机子啊，算机子。 总量上来算的话，已经是超过3台了。这边鱼女就算是带走，其实我觉得这刀不要给啊，这刀给了鱼女存在感，不过也还好，也还好。离2阶还前锋这边的话撞救，妈，昆虫倒了一波，这波昆虫倒了一波，前锋拉了个回旋球，这边的话直接移前，当面移前，保证自己的一个满状态。原因在于这里核心问题倒不是说前锋吃一刀，因为前锋吃一刀呢移情也是可以保证满血，但是现在这个鱼女是个2阶了，再加上现在50%多的水气，他有可能这个人救不下来。我们看3岁这边怎么救人啊，这波他要卡半救下，人来有点困难的。 因为他这边不太能进水气，他进水气，待会儿一个，那这边是昆虫来救人，前锋配合撞在了昆虫上面，这难道要翻盘哈？哎嘿嘿，这。 这里的话，飞轮 CD 好了，来镜头给到囚徒，囚徒这边垫交了，有飞轮，他要利用飞轮躲掉这一波。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的就是什么呢？虽然说这局鱼女翻了，他甚至可以去争胜了，但是我觉得现在求生者还有机会能保平。 我刚刚讲的是3-7开，对不对？我讲了有3成的一个什么呢？求生者的保平面。你别说这波前锋如果能救下来，我们算密码机，哎呀，密码机真不够啊！前锋别来了，别来了，别来了！这边闪现马上好了，这里是2个人来救，哇，这打这么凶，不是这密码机不够啊！ 爆爆，这前锋。 打这么凶狠，不是卖掉保平，他不香吗？非得过来这么打。
这么打，这边前锋手里倒是还有个薄命，这边能不能把人挂进地下室？如果说是挂地下室能挂上，这个局就多抓了。这前锋我没记错的话，他甚至是个骄字旗。前锋回旋球撞，有薄命，金身一打，密码机点亮，还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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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逼出了金身，密码机点亮了。这边的话，如果说三人活口有机会保平，昆虫这边过来点门，要把心理挂上，然后两冲刺。昆虫能把门点开吗？打的是真的平啊，他们这个打法，从结果上来看，因为他们当时如果不去保这个囚徒，我觉得也是个平局。他们保的这个囚徒，主要前锋没倒。刚才如果倒的是个前锋，心理学家没倒的话呢，这个局就应该是个死局多抓了。但是心理学家倒了，然后前锋没倒，有个薄命，前锋还有球，还行吧，还行吧，还行吧，平局。